那我就直接先把礼物给大家了。好的。这个是女生的，谢谢。然后是 S 码的，谢谢。然后这边开始是男生的，谢谢。来，夏日永驻，我们如初。哦，这是那天那个大合影吧？大合影。其实，我是希望大家能，就是你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，一瞬间。 就像想起夏天一样的时候，能把这段回忆打拉回到小屋里。我提议就是，我们要是下次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穿这个 T 恤，好不好？必须的。好。其实我有在想要不要给每个人留一个礼物，我想来想去还想到了羽毛球。虽然这个球没有生命，但这个球一直在小屋里面睡着，我待多少天它待多少天，所以它承载着。 我们所有的记忆，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球留给这个小屋。我有跟大家说，我说那天我们在看夕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身边坐的是另外一个我，一个女版的我。一句话就是，感谢有你的出现。